还有时候你在家教好出去，他还是给你破卡。对，举个例子，那天我儿子打电话回来，我们聊一聊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、妈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谁谁谁哪个长辈生日的时候？”我说。然后他讲了一个很蠢的话，我说我记得，因为全场笑翻了。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爱显摆，咱中文系的，咱孩子出去是长辈的寿宴，咱们是不是要让他说两句祝福的话？厉害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的嘛，是不是？哈，他说妈，那我得说什么？我说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对对对，我也这么教我儿子。因为你的程度只能这样。好了，喜宴啦，蛋糕来啦。OK， 来，你讲好听话啦。哎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长辈啊，哎，咱妹子今天啊来。给长辈说个祝福的话，那我就在等啊，是不是要喷了两句了？什么？对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猪猪猪，猪爷爷永远不死。